姨，我是希达。这是上一支开箱小时候日记的影片里面没有分享到的高中毕业和重考那段时间的日记。那时我其实蛮多时间压力很大，而且心里还蛮黑暗的，所以想透过这本日记跟以前的我对话。我觉得自己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而忽略自己。我确实相信做好自己比在意别人更重要，可是我不想要成为异类，我不想跟不上大家，怕自己看起来像笨蛋。在国高中时期真的很痛苦，因为生活在小小的社会里面，只流行那几样受欢迎的人要喜欢的东西，好像你不成为那样就不够好一样。我知道你也觉得这样子很糟糕，却又不能不在意。不过相信我，你一定会走出来。你以后会知道你真的喜欢和适合你的东西是什么，不是只是一定要听什么音乐啊，看什么电影才比较酷。虽然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去了解，不过我想跟你说，在学校里面，甚至在你生活周遭，大家要你达到的标准都不是绝对的。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你可以有你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些取笑你的人才是真的无知的人。世界很大，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不需要刻意打扮成别人要你成为的样子，原本的你就很棒很好，好好珍惜这样的你。我难以亲近，我讨人厌，我的脸真难看，一天到晚乱说话，永远讲不出别人想听的，没有人想跟我当朋友，想回家，想睡觉，想离开这里。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说话，不过现在我没有那么在意了。我知道以后认识更多人之后，就会越来越知道怎么去和人家交流。虽然我没有成为小时候想要成为的天蝎儿，可是我也很喜欢这样的自己。在以前，我很不能接受我的缺点，无时无刻都在害怕我伤害到别人，或是别人会讨厌我，会觉得我无聊。不过现在，我不会再去渴求别人的喜欢，或是害怕他人的讨厌了。你永远都会付出100%的爱去面对别人，这样很好。不需要害怕自己是孤独的，你永远相信你自己会更好，永远爱你自己，你的心就会一直富足。心情又是糟糟的，看到小安开了自己的服装店，才24岁，我24岁也那么厉害吗？我怎么那么弱呢？为什么一直被别人影响？想做一件事情又怕别人的看法，害自己什么都不敢做了。我在干嘛？真的好烦好烦哦！厉害的我去哪了？我知道你在生活、网络或是电视、电影里面，到处都看得到成功又年轻的人，好像速度越快越厉害，担心自己不如人，好像就不够成功一样。其实你的路还很长，人生有几百万种可能，只要你不停下来，慢慢一步一步走，一样能拿到你想去的地方。而且完成一个目标后，还有千千万万的目标可以达到。想象你的世界不是只有几条道路和远方的高山要你去爬，而是无止境的空白白纸，没有边界，没有绝对，只要你能想，你就能达到任何地方。不要因为害怕而阻挡你前进，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照着自己的步调走，活出最快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偷偷一个人在房间忧郁，担心着未来，担心着得不到回报。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乐观，现在我好难过，就像被悲伤包围。是啊，你很不乐观。不过你总是将悲观的想法转成乐观的角度去面对生活的困境，让自己不止于前进。我觉得这样子很棒，这样的你带你自己走过好多好多以后的路。我知道这次重考让你很害怕，每天念书又画画的。不过先跟你说，你有考到你想去的学校。不过你考过之后，你会发现跟你之前想象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不是说比想象中好或是更不好，而是你会知道，就算真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但幻想的样子和当下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未来是不能被预测的，所以你也不用去担心啦。走一步算一步，做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努力实践它，这样回头看你做过的每一件事，也不会觉得白费。
世界正在歌颂爱情，男女、女女、男男、狗猫、鱼牛都能存在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只有生活和日记？我喜欢的人永远不会喜欢我，是不是我不够美、不够瘦、声音不够好听、不温柔、被捉弄的时候不会尖叫？是不是我没有资格被爱，不像他们有心可以容纳对方？唉，从国小到国中都没有一个两情相悦的爱情，总是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我知道你不想也成为不了别人喜欢的类型，所以就不用自责了，因为那就不是你啊。如果不喜欢你原本样子的人，你其实也不会真的喜欢他。这真的非常重要，再重复一遍，不喜欢你原本样子的人，你也不会真的喜欢上他。在一个月后，你会遇到一个真正欣赏你、珍惜你的人，你们两个人是情人，你是朋友，你们两个互相信任、互相了解，你不需要再假装是别人。不是你没有资格，而是时间还没有到而已。在那之前，请继续加油，为了更好的自己努力。之前有一次，我在马路上看到一个老人，然后他就被看护推着，他就吊着点滴啊什么的，就想着如果我一天真的老到我不便于行的时候，我吃饭都要别人喂，我背还要给人家弹咳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你现在的烦恼，就是其实是很奢侈的。我现在能走、能说、能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没有事情其实可以阻挡得了我，所以各种觉得其实现在的烦恼，如果你只要转念的话，这些烦恼都可以过去。好，就这样。希望呢，这个影片可以带给可能现在正在烦恼的你，或是以前也有这样子烦恼的你，一点解答或是一点舒缓。所以好，那就这样咯，再让原本就很可爱的你再变得更可爱吧。我们下次见，拜拜。